旁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进来看看，进来转转。感谢翠翠姐姐啊，那个。DY 一哥，我给你上个血验好不好？拉丝血验，我给你上个血验。植物燕窝，植物燕窝，是上也叫做口服面膜，这个上妈妈知道吧？对，我给你上。也叫做口服面膜，然后也是一种，它是一种新型的滋补养品。对，一个炖出来的血验，它可以炖成一大碗。好的，翠翠姐姐，今天拍，明天发啊。它可以顶得上四五十张面膜，对。DY 一哥，赶紧去拍啊！因为它里面的那个 DY 一哥氨基酸成分非常的足，对，所以对。你们好，你好。非常的高。那个金上景哥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对，茯苓是可以熬粥的，可以煮稀饭的。对。对。它可以拿来泡水，也可以拿来泡酒。对，泡酒也可以。这个漏了。怎么了？坏了吗？坏了，我重新给你买一个。没事，我家里有好多。放多少呀？十克左右是吧？哪个？茯苓啊。对，十到十五克。十到十五克。嗯。对，就几个嘛。对，你看你是拿来怎么吃？对。比如说你是拿来泡水。拍到了，我就把那个下掉了啊。对。嗯。可以，就他们这样的，要什么他们说，我们给他们上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是吧，家人们，啊，血燕泡两个啊，对，一家人吃泡两个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。对，因为它能泡很多出来，它泡发量很大的。好的 ，DY 一哥，感谢啊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嗯、是的，是的，金枝是富哥和你谈朋友，我是金枝的哥哥，富哥，对，小富，他叫我叫富哥。是的。哇，感谢成为粉丝团。你们点点赞，入入粉丝团呗，好不好？我看下午，如果说一会儿，括号哥已经联系金枝了，是吧？好的，好的 ，OK。下午要不我用富强的账号给大家开开播？你们还记得富强？你们有没有看过富强那个账号？富强。啊。小英英还是小诗诗？小英英。不是蝴蝶号。蝴蝶号什么意思啊？蝴蝶号就是这个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那天我看直播，他们说这个叫蝴蝶号。嗯。嗯。蝴蝶号。我那天看到你了呀，金枝太漂亮了。金枝，我觉得也挺漂亮的。对。我去上个厕所。好，怎么不在阴凉的地儿？我跟你说，你看已经晒到一半了，我跟你说。那怎么办？要晒黑。那一会儿我们去。找个树荫下边播呗，行不行啊，咪咪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嗯。啊。去小河沟里面去播。小河沟里边儿、去游泳吗？不是，只是操洗脚。洗脚？哦，洗脚。洗脚吗？嗯。哎，咪咪，你姐不在。表情包。哎。我一直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没有，咪咪，我不和你开这个玩笑了。一会儿金枝知道他不高兴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那万一他高兴呢？万一他高兴啊？我觉得他不会高兴，因为直播间人都骂我。啊。小富这个，哦，上周有幸看到了小富一眼，什么有幸啊？谢谢用户333哥的支持啊，对吧？用户333。老二呢？我吗？老二。我不是老二。哦，你说是？哦，我知道你的那个二表姐。对。都结婚呢。对，都姐这么大了。但好是吧？嗯。他原来他一直说他喜欢我。他喜欢你。啊。对呀、啊。是不是？是。他一直说喜欢我。但现在不喜欢了。但是现在不喜欢了。以为人妻是吧？为人妻了。嗯。那咪咪，你觉得我喜欢谁？这还要问吗？啊？这还要问吗？可以问呀。这不用问呀。啊？这很明显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去找冰糖葫芦没找到，我说给你、哦、给你买冰糖葫芦的，没找到。冰糖葫芦不是冬天才有吗？夏天哪来的冰糖？有，夏天有的。我没有。那你想吃什么？你想，或者是你买？你都叫那啥了，是吧？
啊，其实不晒，今天早上的太阳不是特别晒。对，我发现这个，我感觉这风景啊，就是跟加了滤镜一样，好漂亮呀，特别漂亮。对。哎呀，十二点了，要不咱做饭吃？我就是想问这个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我们做饭吃了，一会儿下午了再给大家播嘛。对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我今天我就来混饭吃的，我跟你说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因为中午十二点了，大家都得去吃饭。对。哎，金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要不我们先吃饭？吃中午饭，我做饭给你们吃吧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好啊，他们都说好，可以吃饭了是吧？因为他们也到吃饭的点儿了，嗯，是吧？对，可以啊。那我们有缘再见，你们得点关注，有缘再见，不点关注就没缘分了，就没有下一步了。你们点了关注的就会有缘的，我们来扩展一下这个缘分好不好？嗯哼，对，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哦，直播间的哥姐们，嗯。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现在直播间这么多人，七十多个人，你看那天我们好好的，就是大家很兴奋很开心的，不就很多人、嗯、我们这个可能他们不喜欢这种，我们可能会不会有点闷呢？对，是吧，家人们，是是不是的，拜拜是吧，那拜拜，那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那拜拜，那我们调整一下，下午调整一下，跟大家一起再给大家卖货好不好，家人们，下午给大家炸福利行不行？我天天看那些那个带货的就是这样的，早关注了是吧？好的，那就这样了啊，大家再见，下午见哈，拜拜，拜拜，吃饭了。